大家好，咁我系 Cass 啦，咁今日咧就系代表星火护心盒嚟探访呢一个小朋友嘅，咁但系小朋友咧就去咗翻学，咁我哋就问一下小朋友个妈咪今日即系个心情啦，什么心情？心情就是不好，反正就觉得始终觉得说是，硬是实在难受，说句不敢当的话，这个条件我们条件又差，想到说是咋个把这个娃娃，把这个病治好的。那如果你年要做手术的话，那那个手术费会不会很困难？对你来说，困难，家里面是经济上是很困难的，但是为了就是玲玲的病，所以还是他们如果要做手术的话，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跟亲戚朋友去借一些钱来，去慢慢的去还，然后先把孩子的手术做了。